这个好了，哇，有一点点过头的感觉，我把它夹起来吃。这是第一次用气炸的干贝，掉吗？应该没有没有焦掉啊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我再来切牛肉。鲜菜里应该快回来了，你说什么？姐姐干贝好咯。看看好不好吃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是有第一只哎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用气炸锅弄干贝，理论上因为气炸锅它旋风很强，所以比较不会影响到内心，就是理论上时间也比较短啊，所以应该是。吃起来不会太干，可是因为没有油脂啦，所以有可能就比较没有那种煎起来香香的那种口感。我撒点盐，姐姐干杯好了，可以吃喽。好。姐，你要吃四根吗？我可以帮你用成肉串哦，不对，是干贝串哦。嗯，你可以变成干贝串吗？待会你要吃看看好不好吃吗？我不喜欢吃炸的干贝。你不喜欢吃大的哦，我吃一个看看。不过这个是不一样的，这是用气炸的。我们要吃一个看看，吃一小口。你吃一小口看看。哎，你把我的筷子也拿走，让我吃什么？姐可以帮我拿一双筷子吗？要留给妈咪吃哦，我吃一颗就好，留两颗给妈咪吧。一双筷子，这 长得不一样。对啊，是一双没有错啊。你看，你觉得气炸干贝？它变好小。嗯。我觉得，那巴里说你要一只筷子，对不对？久了。然后你刚刚说你要一只筷子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说你要一只筷子？哎呦，你先看着我的手，变魔术给你看了。好，在干嘛啦？厉害吧？好烂哦！刚好你在上面而已。有点太久了。我觉得，没有，我弄太久，应该我时间，刚刚觉得躺在乐高时间再短一点。你刚刚觉得躺在留两颗给妈咪吃啊。你刚刚讲，你再吃一颗啊。那干哟，第一次吃大果喝酒。欧巴，你刚刚是不是说你要一只筷子？我说一双。你刚刚说一只。我说一双，你刚刚说一只。一双，然后一只一只，你要留一只给我也可以。对，我刚好擦过了，不然不会这么干净。我想说他会擦一下。留一只给你啊，留一只。留一只给我干嘛？你说妈你咪在没？妈咪在全联，然后应该就回来了。这块是比较好的，这块苏肥定，这块是上次我们拍影片苏肥的。哦，这块钉是很漂亮，给大家再看一下。哦，这块我印象中是菲力，哦，很美。我偷吃一块好了，等下再撒点蒜盐就很好吃。我偷吃这一块，然后这块是，先把它切掉。这块是苏肥的沙朗，哦，我一切下去就明显觉得它硬很多，哦，它里面程度大概是，我看一下，因为小朋友没办法，他们比较没法吃太硬的，它程度大概是这样，熟度，它是本身的肉质还是有比较还是有差，就沙朗比较走 CP 值的。所以沙朗就比较
硬一点，比较柴一点。哦，里面的熟度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差不多，就是其实颜色其实还没有说过头。再对切一下，它有比较就知道，还是分两盘好了，比较软的让小朋友吃。怎么了，阿姨？再切啊，再切一半。你这盘比较，你说什么？再切。不用再切了，这个软的给你，这个比较软。现在拎回来了，人间换新造型哦。对 ，You are back。阿尤可不可以吓到他？我吓一跳，有人哇换红彤彤的头发哦。我是不是很像少女？你原本就是少女。卡迪，只剩那个水壶煮下去了，烫那个套 Q， 还有那个烫那个套 Q， 然后还有。阿公买给你的。对。赞哦。有比较有差，就是这个肉质还是比较软。上次买的。对，还要拍滚地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后面帮我拍。我会进化。嗯，放在同一个盒。然后再炒个青菜，烫个那个差不多。我们桌上还有干贝。可是我们没有沾这个的酱料。沾什么的酱料？弄西啊。我们没有弄西啊，沾酱油。拿日式酱油沾应该就 OK 了吧？日式酱油，对啊，沙朗是这样，其实沙朗不用输水，其实吃起来差不多。嗯？没有啊，那有1000元吗？有啊，那2000元吗？之前买8000多块，快要10000元。1000块是很正，真1000块。阿哥，你不应该碰我的电脑。我没有看到，然后我看到我的电脑。那个水。不是同梦的。今天我们去 Costco 人超多的，但是那个就是家乐福人超多的。你讲，你讲。然后呢？今天你去家乐福，你跟阿妈去家乐福，阿妈还买什么？什么？阿妈还买什么？买什么？马丁。马丁。对啊。啊，你有吃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吃？因为我们家还有啊。可以吃啊。那我不知道那些要怎么烫，没关系，我要买九层塔。我就。我买九层塔。它一样要煮水吗？不用。不用煮水，那你只要把它关掉。我在煮。对啊，我在煮水。阿姐，阿姐在房间，她刚刚在画画。那画六颗柠檬，一个是五颗柠檬，然后两颗苹果。然后，我要切。你切啊，我翻译。臭味啊！妈妈，你要不要吃气炸干贝？已经满了哎！我炸太久了。哦，熟过啊。对，太久了，干掉了。
阿优就是比较喜欢吃这种比较干的。可以，把水打开让他。阿优，来。嗯。你不要。阿纪，你还要干贝吗？不过这样水就满了啊。阿纪，你还要干贝吗？最后一个干贝给你。不要走到你的房间，我怕太恐怖了。赶快绕道。哇，没满了哎。嗯，要关掉吗？不用啊。为什么这样子就会浪费？要让它洗干啊。阿纪刚才画这个苹果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阿纪刚刚画的苹果，
还有加油。还有这个是烫的哦，我把这个放进去一点好了。阿基有准备吃饭喽！阿基有准备吃饭喽！那我没有主食，他们需要主食。那你们需要主食吗？要吗？你要面或饭吗？悠悠？什么面？什么菜？是细面吗？就是你有需要吗？你有需要就吗？是细面吗？如果是细的，我就要。那个鸡腿面。我刚才。那是泡面。你要吃刚才那个鸡腿面吗？弄一个也可以啊。
姐姐，你吃这边比较软，这一块是软的，这一块，泡面在这里。来，你试试看。你跟姐姐吃一个面啊，你吃。你要吃那个，你就煮水啊。还是你要跟姐姐一起吃一个鸡腿面？鸡腿面不要，还是泡面？那你就等那个水啊。那你跟我一起吃。我可以帮你吃鸡腿，可是面我没有办法。如果你没有把握要吃很多面的话，其实今天的菜也蛮多。你很饿，那你就弄啊。因为今天也没什么菜啊。其实这个肉是软的啦，是软的，这你一定咬得动。这边是软的，这边是硬的。啊，碎掉！这是我们昨天，这是我们前几天去 Costco 买的。这鸡腿你要先加还后加？直接喷到外面来了。全部加进去了。那鸡腿是这样，那照片很漂亮哎、欸，可是事实上里面也还好。酱油，我觉得你鸡蛋它很漂亮。嗯。有个辣味。它这里不会辣。哪里有鸡腿？哎，真的。其实那个粉包跟油包真的都不用全加。加一半就够，对，因为这个泡面都很咸，就加一半就够。拿一个盘子吧。妈咪，你要炒那个了。我等下退一点的。阿姐，可以吗？稍等一下。五，下次宝宝。这是蒜头炒花枝，佐九层塔葱花。就是三杯嘛。我觉得我的名字听起来比你厉害。好，准备。做九层塔跟花枝，之新店小厨神，好辣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没有，我的名字取得不错的。好辣、哦，很辣，很辣，人家是很辣，我怎么的？不要取笑，哪里那个叫做虫子？吃饭啦！哇，妈咪的头发，你面是染的。姐，你要染跟妈咪一样吗？不要。你们需要有人染这样吗？没有。来分配位置。哎，这是轮轮的位置。哎，这边想找位置。啊，你的位置给你坐。要吵架。你是坐轮轮的位置吗？不是你的位置，你的餐具。我不要这个。是哪样是你的？我要再这个给你，这个给我。好，谢谢你。看，那我还多拿一双呢。小马驹，有一个超咸的味道。花枝那个味道。然后都是马驹的，然后呢、嗯、就是我。还是这个味道。有可能。嗯。那接下来就是我的。哦、啊，哎、欸，怎么拿少一只了？没关系的，还有一只可以给妈妈。别手干了，哪边是软的啊？哪边是软的？这个是软的，这块你阿优你可以吃硬的，因为你吃得下去。很软呢。帮你比较看看，因为姐姐每次都咬不下去。
老师仔要给我吃。啊，不然你就跟姐姐分那个，我跟妈咪吃这个硬的。不要，我还是要吃硬的。因为你吃得下去啦。我要硬的。你吃起来，如果你想吃那个，你就吃那个吧。我只是怕说，啊，如果你咬得动，吃这个也。他把这咬下来，就跟这个一样软啦、啊。嗯，不太一样。不是啊，我是说这样。嗯，我吃吃看看，我比较看看，我吃这，然后你咬看看这小块，留一口给我就好。哦，差很多哎，这软硬差超多。如果这个软硬度这个是六分的话，硬度这是七分，这大概是四分。姐，你有吃硬的吗？没有。我吃了会吐出来。你吃了是吧？对，不要浪费。这个只是把它拉，然后拉断，所以这样咬就是跟这个一样。那这是沙朗上吧？不是，他们的质地反而就不一样。我觉得，来，他给我的，你们吃这个。能分啊？我跟妈咪吃这个可以。有块跟妈咪软的。你可以啊，你就跟妈咪。啊，最好的。那为什么你不觉得拿这样子盖就好了？因为我不小心打湿过了。今年泡面应该好了吧？哇！你是忘记了，所以才湿过的。三杯花枝。嗯，我就不打算要湿过，我想要泡久一点。你就泡啊。我记得是这样啊。嗯。哇！很好吃哎，其实好处理。哦，面什么时候掉？嗯。阿妹要等到滚哦，直接放软的肉给你。我软的肉差超多的。我、哦、真的差很多，妈你可以吃看看。啊？你吃看看，这个是我们上次买的，这个好像是菲力、嗯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商城有在卖，是沙朗。嗯。可是沙朗真的硬蛮多的。嗯。可是价格没有那么多啦，可是然后我今天沙朗是用苏菲，不要，好香的，你现在不要打，哎呀，就叫你不要打开了啦，你这样很奇怪。阿优姐姐已经跟你说不要拿，还是现在不是你的泡面，那故意要打开。你倒出来了吗？你突然问打开了，你去吃那个。你拿小猫咪。哪家都有两个粉红色。什么？那你吃？你不过比上次的白雪公主好。看到吗？但是里面那个粉色有点突兀，就如果你今天穿一个绿色的衣服。慢点吧，这样。它都在里面，我觉得还好。这比白雪公主的好。很软吧？嗯，很软。那还是很差的。就上次我们酥肥的那一块，嗯，然后我只是退兵煎煎而已，嗯，阿妹你没有染眉毛，超怪的，就再回来染就好了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我们吃饭喽，拜拜。酥肥的那个是有差，有差，不是啊，可是我觉得不是酥肥有差，这个沙朗质地本来就比较硬啊，这是沙朗，嗯，然后这块是菲力的样，好啦，拜拜。